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妈马善仪，是一位健身教练兼健美运动员。最近大家成日屈喺屋企冇出街，我会喺呢一年八集嘅 Happy Recipe 教大家喺屋企做运动同分享营养小 tips， 等大家享受做运动嘅快乐，身心保持最 fit。今集 Happy Recipe 同大家做嘅 homework 系针对下身同埋腿部水肿问题嘅训练。咁啊，近排大家成日留喺屋企，少咗行路，多咗水肿嘅问题，所以一齐嚟做多啲 homework 啦。開始前提提你可以 subscribe 埋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click 埋隔離呢個鐘仔，就會自動提醒你有新嘅運動片，咁就可以一齊做 homework 噶啦。頭一 set 嘅動作咧，我哋會做一啲 glute activation 嘅動作啦，即係開著咗我哋 pat pat 嘅動作咯。咁第一個動作係 fire hydrant， 咁而家大家見到啦，手擺翻喺膊頭對下，咁我哋跪咗喺 pat pat 對下之後，打開其中一隻腳，我哋嘅左腳先嚇。咁啊，諗住打開完你嘅大髀內側係向住地下嘅。咁啊，大概而家大家都應該感覺到你哋嘅左邊嘅臀部肌肉用緊力噶啦。咁啊，留意兩隻手都要推直喎，好多同學仔做下咧，有一隻手會曲咗，挨埋咗去一邊嘅。呢個時候就係靠我哋嘅腹肌去做平衡啦。好，我哋直接會用埋同一隻腳做埋下一個動作嘅喎。咁我哋做一個 split leg kick back， 咁啊，將你只腳伸直向上踢上去。咁你要自己諗住收緊好我哋左邊臀部嘅肌肉啦，腹部收緊。咁啊，盡量穩定好自己下背，唔好俾佢喐嚟喐去。好多同學仔可能會捲下、咬下腰、捲下、咬下腰，咁個 pat pat 用唔到好多力啦。咁啊 ，focus 穩定好，我哋就感覺到每一下咧，個臀部肌肉係收緊 ，and 收緊，係啦，冇錯。咁小腿盡量放鬆好啦，我哋翻去第一個動作，第二邊啦喎。一樣啦，留意兩個手咧，兩個手臂係咪伸直嘅？手指要抓實地下，保護我哋個手腕。每一下打開個腳嘅時候咧，大髀內側對地下都係諗住呼氣打開，吸氣慢慢落翻嚟。Good。好，打開就嚟到噶啦。記得保持呼吸，條頸要放鬆下。好，到下一個啦。Straight leg kick back， 我哋將腳踭踢向天，收緊腹部嘅，穩定好我哋下背，感覺到我哋右邊嘅臀部今次收緊，再收緊咯喎。記得要保持呼吸啊，各位同學仔。好，到下一個動作就是我哋呢個 glute bridging 嘅 posing 啊，咁啊同平時 bridging 一樣，不過我哋會留咗喺上面做一個 posing， 咁令到我哋嘅 pat pat 臀部肌肉咧唔好得休息，喺度收緊佢，收緊收緊。留意如果下背會覺得唔舒服嘅同學仔咧，可能咧條腰推得太高啦，或者一個腹部冇收緊喎，捲實你腹部，諗下胃嗰個位置啦，捲實佢，跟住我哋先。夾住我哋 pat pat 向上頂頂頂，我成同學仔講咧，幻想有個合圖啊喺 pat pat 中間，我哋夾合圖，夾夾。咁啊，諗住腳踭發力多少少咧，會多啲臀部有感覺嘅。好，第二 set 嘅動作咯，加油！應該覺得臀部非常有感覺噶啦，而家。加油啊，同學仔！應該感覺到我哋嘅臀部已經收緊咗啦。我哋記得留意膊頭要拉翻後收腹啊。繼續提高啲，試下將頭骨提高啲，兩隻手要推直喎。好，預備啦 ，kick back 咯喎，收緊嘅腹部 ，ready 就去啦。每一下咧都諗住揦實嘅 pat pat 噶，揦實 fix 係啦 ，good， 記得保持呼吸，呼氣揦實嘅 pat pat，
收緊佢，收緊。都是記得啊，將膝頭哥抽高一點，但是記得兩隻手都是要推直的，抽高高一點， good 啦 good 啦，高一點，平時坐得太多的朋友感覺下肢開始腫脹了，透過我們這些重複性的動作可以改善這個問題，增加下身的肌肉血液循環。好，預備啦 ，kick back 咯，收緊個腹部 ，ready 就去啦，加油啊，同學仔，應該感覺到我哋個臀部已經收緊咗啦，我哋記得留意膊頭要拉翻後收腹啊，繼續提高啲，試下將膝頭骨提高啲，兩隻手要推直喎。每一下咧都諗住揦實個 pat 架，揦實。Glute bridging 的 pulsing 啊，記得收緊腹部啊！我哋 pulse pulse pulse， 喺你最高的位置，喺嗰個位置 pulse 就可以啦。記得保持呼吸。反轉呢個動作咧，可以幫大家幫助去水腫嘅喎。好，準備下一個動作，我哋會做 sumo squats。咁比平時嘅 squat 咧，我哋會企闊啲，腳趾指向外45度。咁對於臀部同埋大腿內側嘅訓練咧，會比較多啲嘅。咁啊，落去嘅時候吸氣，上嚟呼氣，上嚟嘅時候咧，諗一諗，又係咯，我哋爆合圖啦，叫做夾住你嘅 pat pat， 幻想你 pat pat 中間有個合圖喺度夾，冇錯啦。夾實佢上嚟嘅時候，好啦，跟住到第二個動作，同呢個動作都好似嘅，我哋會做個 pulsing 啊 ，sumo squat 嘅 pulsing， 咁咧佢令到我哋肌肉個 time under tension， 即係呢個負重啊，負你體重嘅時間比較長啲啦。咁可能會開始感覺到有啲攰噶啦，係啦，亦都係留意膝頭哥位置喎，對翻第二隻腳趾嘅位置。Good 啊，跟住第三個 challenge 出嚟啦，就係呢個 jumping sumo squat 嘅 jumping jack。咁亦都同頭先個動作一樣啦，係一個 sumo squat， 不過多咗一個開合跳，咁令到我哋嘅血液更加循環啦，咁啊去水腫亦都有一定嘅幫助。過翻唔跳得嘅同學仔咧，我哋可以做呢一個動作，咁啊蹲下之後，我哋開開合合就可以啦。Good，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 kneeling 去一個 air chair。我哋首先做一個 kneeling 動作啦，跟住之後咧用左腳起身上嚟去一個 air chair 嘅動作喎。我哋先從呢個 kneeling 開始，跟住去一個 air chair， 即係坐模型凳嘅動作。係啦，我哋由左腳開始先，去跪低，去到上嚟 ，hold 住 air chair， 再落翻去，呼氣上嚟，定住，去。好，到我哋嘅右腳開始啦。咁咪一樣啦，提膝踩落地下，跪翻落去。咁啊，穩定好，我哋唔好起身喎。一上嚟係模型凳，
對於膝頭哥咧唔係咁好，唔可以跪落地下嘅同學仔咧，我哋要由一個 squat 去到一個戰爭嘅動作，身體 keep 住微微挨前。跟住就有得休息，第二 set， 咁啊落嘅時候留意膝頭哥咧，要打翻開膝頭哥對住第二隻腳趾嘅位置，吸氣盡量蹲深啲落去喎，各位同學。我哋做 Spoon Move Squat 嘅時候咧，我哋吸氣落，呼氣上，留意我哋嘅速度唔可以太快喎，我哋慢慢落去，所以係一二 and up up， 一二 and up up。好，跟住又到下一個 Spoon Move Squat Posing， 係啦，亦都係留意膝頭哥位置喎，對翻第二隻腳趾嘅位置。咁呢個動作，我哋 pose 嘅動作咧，可以增加我哋嘅血液循環，咁啊對去水腫都係好有幫助嘅。好，頂住就嚟到啦。Good。我係試下跟呢個速度咯喎，大家開合開合落去嘅時候，又係要控制嘅開。合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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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開 ，good， 合開，合開，合開，好，頂住就嚟到噶啦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預備下一個動作 ，kneeling to air chair。鋪上嚟嘅時候咧，記得留意我哋嘅 body weight 係翻腳踭多少少，腳尖就要俾力爪食嘅地下 hold 住 air chair， 再落翻去。係啦，我哋由左腳開始先，去跪低，去到上嚟，加油頂埋啊！五秒頂住，四秒啦，三、二、一，非常之好，好鬆一鬆，我哋下一個。我哋下一個動作嚟另外一邊咯，記得我哋放膝頭哥落地下嘅時候咧，我哋要保護佢，温柔啲放落地下。我哋一齊嚟上上落落，好好控制住嘅，唔會跌落去。上上落落，好頂住就嚟到噶啦，有啲 burn 係正常嘅，繼續呼吸呼吸，頂埋先，就嚟到。Good。屈得好幾耐開始水腫的朋友仔咧，唔好以為唔飲水就可以去水腫喎。其實我哋喺健美比賽上台之前咧，我哋係會補充大量嘅水分，去除多餘嘅鹽分，先可以去到水腫，縮我哋嘅肌肉線條出嚟。係啦，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咧，每日平均都飲到四 lit 嘅水啦，大概係五至六支嘅水。咁啊，裝定水咁就可以提醒自己出街嘅時候飲水啦。記得我哋要做我哋嘅小 tips。加上我們的運動才是一個完整的 Happy Recipe。 我們下一集的 Homework 是會跟大家做這個手臂和背脊，改善我們的寒背之餘，我們還可以 firm 我們的手臂，記得一起做 Homework 了。